我们不是有配合吗？对呀、啊，老师，要不然你也来一下走位，欢迎欢迎光临。我真的很慌哎，等会儿啊，这个哪儿你在站 C？ 行，老师你不要这么局促。行，老师太局促了，轻松。等会儿跳舞的时候，希望大家都别看我，行吗？如果任何错误你们也别说，行吗？比较弱小的一个同学，行吗？五六，就算我陷入沼泽，也不是。不遭罪，错不是。哎呦，我先给你二八，谁可以？快回放，我没碰到你。老师，你讨厌我就直说，你不要这样，就是针对我。没有打到，吓到了，没有。因为老师都是一人练习的，一人练习的，没有在团队里面，没有跳过团舞。就算我陷入沼泽，也不顺从别人的法则。就算我陷入沼泽，也不顺从别人的法则。青春就像趟列车，你的梦想做了乘客，自己失望，至少这样不空虚。你笑啥？你这是在干啥呀？啊，摸镜头是吧？啊、哦，尼康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帅，这个帅。那你别用力啊！不会，到时候你跟老师你。哎呦！就算我陷入沼泽，没有出来呀。就算我陷入沼泽。那怎么还给个位吗？就算我陷入沼泽，我懂你那个力了，你是由后往前的一个。哎，就算我陷入沼泽，哎，你看看，对不起各位老师，跟你说过吧，你这舞蹈的问题我太懂了，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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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服了，老师一下子把你舞蹈也点播了。要这个爆破的这种力量，若如这痴情春有你，这就是青春春有你，多远都能到达，青春春有你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收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说舞蹈不合一遍吧。接下来到您的表演了 ，Showtime。就是刚才还很膨胀。舞蹈的问题我太懂了。现在弱小舞主又回来。和我们一起吧。和我一起吧。来吧，汪松龙老师和我们一起吧。我们把凳子摆一摆。我们有那个台阶。真的太可爱了，他特别像那种小学的同班男同学，在没有写作业的早上被班主任抽查的样子。那一天他学舞蹈的时候哇，就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，我觉得好可爱。棒，数拍的还好，我觉得听队长了，听队长了。数拍，我们先慢慢的来一遍。我们一下子好羞涩，整个人。别关注我，你们关注自己的舞蹈动作，都别关注我。视线总会往那个地方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太瞩目了，万众瞩目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别 Q 我，我知道你先，你弄他们，你弄他们。五六七八，就算我陷入沼泽，想问一下老师，你的身体不是在做力保障吗？那你这个身体要伸身体往后一点。你说谁呀？我呀。只有你一个人是老师。就算我陷入沼泽，也不顺从别人的法则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谁呀？就是我。哎呀，你别，哎呀，我给，等会儿我给你。没关系，我。老师，他错了，他错了。还是归途，是归途。哎，为什么我跟他不一样？一步，两步。好，老师先退右脚。前面，哎呀，这个脚都有规定啊。走右脚，右脚。刚才我就觉得你有点手忙脚乱的领舞。哎呀，为什么要跳这个舞？我要疯了！哦，好，来来来，这就可以了，来一遍过，一遍过来。何处才是归途？容我一身傲骨，反正我不会哭。很好，我只想被人们记住，我永远不知足。嘿，用我一身黑，看我这，反正我不怕输。我用妈妈给的天赋，不服。下课，来，辛苦啦，老师，王老师真辛苦了。